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0面第五行啊，600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经文直胜如火，烧烦恼心啊。从这句看起，下面呢这注解，火与智慧，心啊代表烦恼啊，心是柴火啊，智慧火能够化解烦恼，这表这个意思。菩萨智慧猛烈，直胜如火，断除烦恼呢如火烧心，这是解释这一句。所以人生智慧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地球上出了问题了啊，社会动乱，地球啊灾变频繁，根本的问题就是智慧跟知识啊！现在人所求的全是知识，知识是外来的啊！古代中国与印度，他们所求的是智慧，智慧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两个不一样啊！所以慧从哪里？慧从定来的，定就是清净心、平等心。心要是能真正清净平等，智慧就生了。啊，所以它不是外来的。啊，向外所学的这些知识，全都变成智慧，叫后得智。如果没有定慧，没有定，你学的再多，全是知识，与智慧不相干。知识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啊，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所有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在东方，啊，亚洲这个地区，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遵循这个方法，特别是中国。没有出过大的动乱了啊，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这外国人学中国历史，对中国他不能不佩服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这样长的历史，国家统一而没有解体，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啊，所以有一些外国人问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得到？这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他们做不到，中国人做到了啊，这是他们没想到的，这就是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西方人搞知识，21世纪的知识，这知识爆炸了。知识爆炸是因，地球爆炸是果。啊，智慧不会爆炸，知识会爆炸，带来的麻烦可大了。
所以我们觉悟了之后，回过头来，我们搞智慧，问题真能化解。这个我们在这一段经节里面，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提示好啊，菩萨了，修行他主要就是求智慧。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定是枢纽，从定呢开智慧，智慧才是目的。所以东方人讲啊，开悟啊，讲悟性呢。我们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对同学的观察还很重视悟性。这个小朋友有没有悟性？有悟性要特别照顾，帮助他长成。成为人才。悟性差一点呢，那就要教他技术，他将来有谋生的能力，有一技之长。有悟性的呢，那就是从学术上。从圣贤典籍、佛菩萨经典里面呢，出类拔萃。真正悟入圣贤的境界。所以菩萨智慧蒙力，用直胜如火来做比喻，好像是火烧得非常猛烈，烦恼呢，这就是柴火，丢到这个火里面去，一下就被烧掉了。智慧能够化解烦恼，能把烦恼转变为智慧。这就是我们用现代一句话，把知识转变成智慧。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能够解决问题。下面有一句经文说，不着如风。风性流行，这风的性质是什么呢？流动的，风是动的。所以佛法讲物质，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四个现象。地水火风，这四个字都是比喻。地是什么？它是个固体，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做地。水是什么？它含着有湿度。现在讲电，带电，湿是带阴电，火是带阳电。火在中国古时候讲是它带点温度，有温度，有湿度，有湿度。第四个性质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动就用风来代表，风是动的。不动，风就没有了。那么现在这个现象呢？你看物理学家研究原子、电子，发现了，确实，中国人讲的，这最小的物质，它带电、带阴电、带阳电，它动的，它不是静止的。那么佛在3000年前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显微镜，他全知道。他凭什么？我们前面学过天眼、法眼、慧眼。法眼看到事实真相，慧眼看到事实的真理。成佛的时候还加个佛眼，无眼圆明呢，
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无眼圆明。这个无眼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释迦佛讲得好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讲的是得相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现在为什么没有呢？没有了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欲望。欲望啊，把佛菩萨害了，把佛菩萨变成凡夫了。你看贪嗔痴慢都从欲望起来啊，所以我们学佛学圣学贤，第一个条件要把欲望降低啊，不能说你没有欲望，没有欲望你就不要学了，你就成佛了，你就成圣了啊，知道你有欲望，要把欲望降低，降到什么呢？生活能维持就好了，就快乐了。啊，孔子用我们一般人的说是小康之家了，不富有啊，身份是平民，做官只做了几个月就被人赶下台了，平民身份啊，小康之家，生活勉强可以维持啊。他的弟子颜回那物质生活条件就更差了，住个破破烂烂的房子，遮蔽风雨啊，吃饭喝水，吃饭饭碗没有，喝水水杯没有，用葫芦瓢，用箸篓盛饭啊，这是学生当中生活条件最差的。但是学生当中啊，没有比颜回更幸福的。那幸福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啊，快乐那没有人能比得上颜回啊。颜回快乐在哪里？落道啊。老师所说的东西他全明白了，不但明白了，他受用到了啊，把老师所教的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啊，能够应用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何学何用啊，这一点呢，夫子所有的学生比不上颜回啊。为什么他能够何学何用？他真懂了，他就用上。如果他学的时候没有透彻理解，他有怀疑，他就用不上。用上那个乐是圣人之乐啊，学佛把佛法真的搞透彻了啊，真用上在生活上，那是什么？谁的乐？佛菩萨的乐啊，比颜回还要殊胜呢。啊，颜回的生活要跟佛菩萨比，他还好多了呢，他还有个小茅棚可以遮风避雨，佛没有啊，佛住在树底下啊，天天要搬家啊，佛只有三衣一钵啊，那佛的那个快乐颜回比不上啊。啊，这是什么？对于宇宙人生彻底明白了，彻底了解了啊，确确实实他在世间万缘放下一尘不染
啊，起心动念都是智慧与光明，他怎么落啊？啊，一切众生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啊，身所造的，前因后果，啊，我们常讲啊，业因果报，它全都明了。啊，这个明了不是可想象的，不是从理论数学上推断的，不是的，而怎么样，亲眼看见的，无言圆明。他能看到一切众生的过去，能看到一切众生的未来。啊，只要这个众生能相信，能听得懂，他都教啊。这两个条件，能信，能听得懂，叫有缘。啊，如果你不相信，你听不懂，啊，那佛就或长对你嘱咐，他没法子教你。啊，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幸福，为他嘱咐啊。佛的心性，值得人尊敬啊，值得人佩服啊！运亲平等，没有分别。啊，所以不着就是于一切万法不要执着，像风一样。那就一切无住，有无之住。住是什么呢？住是放在心上，那你心有住了啊。现在世间人心住在哪里啊？住在名利上，叫名闻利养，他起心动念想着这个啊，这个错误。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是无常的，这些东西是短暂的，它不是永恒的。啊，就同我们旅行住在旅馆里面，旅馆里面所有一切设施，我两天就离开了，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干什么？错了，可以用它，可以受用它，别执着它。啊，我们能够换一个心情，把这个地球当作旅馆。啊，我到这儿来度假的，来观光旅游的，这一切与我毫不相关，就不执着了。啊，真是如此，那这不是假的。啊，古人有所谓，人生如戏。啊，像一出戏一样，人生如一句棋一样的。啊，凡是无常的，佛都教我们放下，包括身体，这身体是无常的，它有生老病死。啊，所以人要明白这个道理，人才懂得自爱。啊，自爱自在哪里呢？身不是自己，心是自己，灵性是自己啊。灵性要迷了，俗话叫灵魂，实际上它不灵了，它迷了是迷魂啊，迷魂才到处投胎啊，到处搞这些把戏啊。啊，如果它真灵了，它就出来六道轮回。啊，什么人灵的？阿罗汉以上。啊，阿罗汉就超越轮回了。
超越轮回之后，一下就明白了。佛经上讲的净土秽土，哦，回头一看六道轮回，秽土严重染污啊！啊，那他一觉醒来的时候，他到四圣法界的净土，那个地方清净，一点染污都没有。啊，这是十法界这个上面的四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净土啊，六道是染土染污啊。六道里面有善恶，善是三善道，恶是三恶道。净土里头没有善恶啊。换句话，净土里面的众生不造业了啊，都醒悟过来了，不再造业了。而且净土里面的人接受佛菩萨教诲，为什么呢？佛菩萨帮助他再向上提升啊，他才提升到第一个阶级，好像读书啊，学士学位拿到了，再往上呢，硕士学位，再向上呢，博士学位啊，佛菩萨能帮助他拿到最高的学位，迷惑颠倒啊，只有六道众生呐！啊，这是学佛第一步。啊，你看，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这叫看破。无助、无执着，这就是放下。啊，无执、无助、无执着，你自在了，你才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幸福。你只要有助、有执着，你不自在。为什么？你起心动念呢？是贪嗔痴慢，他起这个念头。那如果把这个东西放下了，欲望放下了，起心动念是生智慧。啊，我们用最简单一句话来说，起心动念是仁义礼智信。他动这个念头，啊，言语行为不离开这个准则，这是信德。啊，下面跟我说。亦无着故，因为他一切不执着，自在无碍啊，行住世界。这个世界呢，意思很广。世是指的时间，你看世这个字，它是三个世啊。我们中国古人讲三十年叫一世啊，所以它指的是时间。这三个时呢，就过去、现在、未来，它这样说法的啊，这叫时。间是空间，时间、空间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一个都不漏。这个范围就太广大了，在大乘教里面讲。十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刹土，统统包括在里头。每一个世界都有十法界，那是一尊佛的教化区，他能够自在无碍，如风行空。这个信息我们要留意啊！我们现在的活动空间这么小啊，真的像春蚕作茧自缚，把自己捆绑起来。什么原因呢？记住，一个是住，一个是执着，
就不自在了。啊，住什么？我心里有，心里要是没有，又不执着，你就像菩萨这么自在。你的生活空间是无量无边。啊，这叫大自在。底下一句是发音雷震啊，这就是经文经训佛语犯雷震啊，雷音原文震惊世间啊，你看多少人怕雷，一打雷呀，都吓到了。啊，找个安全地方啊，去躲避。啊，说明是说明雷的威力。佛说法的音声呢，这个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德能。啊，所以它有很强大的威力。用雷来比喻啊，雷震惊世间，一语发音能觉群迷。你看众生无量劫来迷惑在六道啊，确确实实没有出头的日子，佛看到了怜悯这些众生啊，讲经教学，帮助这些人破迷开悟啊！啊，佛不帮助众生，有他的善巧方便。没有善根的人给他种善根，种善根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今天讲的艺术啊，你看这个雕塑的这些佛像菩萨像，这都艺术，大家看了非常欢喜，纵然一个完全不相信佛的，他看到这么高度的艺术品，他欣赏，他欣赏呢，这个印象就印在阿赖耶里头，啊，所以是业力，这个摄田呢是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善根，啊，如果他接触多了，他看多了，他善根就多了，啊，有善根以后有缘，哎，他也来听听，那这什么个道理？哦，原来这里头还有道理，那听听道理。听懂了，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啊，所以这许许多多的，今天讲文艺，都是戒引众生的方面。啊，是佛的德能里面的一种。不同根性的众生，用不同方法来戒引。啊，所以众生多啊，种类千差万别啊，文化不一样，善根不相同啊，这才像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讲的32音啊，32不是数字，那是密宗里头代表圆满的啊，密宗里头16啊，32、27啊，这都是他们代表圆满的啊，在显教里面用7代表圆满，华严经上用10代表圆满啊，那么这部经里头有显有密，有大乘有小乘，有宗门有教下，
它就全了，这无量寿经里头都全了啊。所以无量寿经虽然分量不多，它称为大经啊，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它统统具足，这里头都有啊，这才称为大经啊。能觉群迷，觉未觉者啊，觉未觉者，是未觉之凡夫啊，得以觉醒。这是释迦牟尼佛，他一生所做、所教的啊，对于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当年在世，他不收学费，他是义务教学。啊，他的法缘殊胜。啊，法缘殊胜不是偶然的。他在这个世界常常来，常常教啊。在梵网经上，佛告诉我们，他这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是第8千次，所以跟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特别有缘分。啊，还有一些不能接受的、不想听的，那业障特重的人，有没有缘？有缘，要没有缘就遇不到了。他还是遇到嘛，遇到了不相信，掉头而去，这还是有缘分。没有缘分的根本遇不到啊。啊，所以我们了解啊，这是听了佛这个教诲，佛不会欺骗我们。那欺骗我们有什么意思？毫无意义嘛。人骗人总有个目的了，总有个企图了。要没有企图，没有目的去骗人，那这个人神经病啊！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像神经病吗？能讲出这么多道理出来，这不是一个神经病人能讲得出来的。啊，大智慧，啊，了解众生根性呐，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啊，能觉全迷，啊，觉未觉者，让没有觉的凡夫都能够觉醒过来。啊，底下一句欲甘露法，啊，这个欲念去神做动词，就是从上面降落下来叫欲。啊，这个当降落下来讲，啊，甘露法了。啊，甘露是桃李天人的饮料，啊，大概是最好的饮料，啊，也是最有养分的，啊，这个佛学词典里头有注解，以为是天上的不死药，啊，那换句话说，这个饮料可以能帮助人长生不老。秦始皇大概对这个非常向往啊，到处找也没找到啊。这甘露法呢，比喻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呢讲经教学啊，所以以此甘露啊，喻佛之教法。甘露使众人是人。起死回生啊，这是讲天人的甘露。那么佛之教法能令众生
永断生死，得大涅槃，故曰甘露法。啊，永断生死，是不是没有生死呢？有。你对于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了解了，不再恐惧了，不再忧虑了，正常现象。啊，六道里面轮回，舍身受身呢，确实就像脱衣服换衣服。啊，这个衣服脏了，换一件。啊，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使用了，换一个。越换越殊胜呐。啊，等级不同嘛。越往上去，夫妻你换的就越好吗？啊，这就说穿了，根本就没有生死这回事情。啊，生死是你把事实真相看错了，你误会了。啊，确实没有生死可得。啊，那么再说呢，这个世间到底有没有灾难？说实在话，没有灾难。佛讲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好，只有因果的惆怅。你种的善因，一定有善的果报惆怅给你，你要做了恶因呢，那一定有灾祸来惆怅给你。这是这么来的吗？啊，你什么都不做，那什么就没有。啊，真的叫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这个前定就是今天一因一果是过去生中所修的，啊，所修的善恶。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善恶呢，来生也得果报。一转眼就是来世啊！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啊。我自己经历的不多啊，十几岁的时候，抗战期间，在湖南衡山啊，那时候我父亲在军队里面啊住房，在这个一个平民家里。啊，这一家过去是个望族，啊，他们家的房子是四合院，而且是三层的四合院，三进，后面是花园。啊，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家已经败了，家里面只剩三个人，老夫妻两个，一个女儿，那女儿好像16岁。啊，两层楼的房子，那个楼听说十几年没人敢上去，楼上住的是狐狸。啊，这个狐狸也常常下来散步，变成一个人形，是男的不是女的，狐狸精是男的，啊，穿个蓝布长褂。很多人看见，我也看到一次，从来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面孔，看的时候都是侧面跟背面，没有对面跟人看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我们住在楼下嘛，大陆的楼是楼板了，木板建的，
这楼上的声音，他楼下都听得很清楚啊。啊，没有隔音呢、啊。啊，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小朋友啊，很想到楼上去看。啊，母亲阻止，绝对不准我们上去。啊，以后这个狐狸精就常常找这个老板的女儿，这下他的女儿就在家里不敢住了。啊，这什么原因呢？本来相安无事。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啊，他们家的亲戚朋友到他家来做客，打猎的，湖南打猎的风气很盛。我在那个时候也天天去打猎，打了三年，所以杀了不少生。啊，早晨，这个老板娘的兄弟，也就是他们家的舅舅，早晨起来看到一只狐狸在屋顶上拜太阳，他用猎枪把它打死了，这下结了冤仇了。啊，所以这个狐狸精就找这个女孩子，啊，害得她不敢在家里住。啊，这是老板告诉我们，家里出这个事情，真的，这狐狸精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亲身见到一次。啊，更早的时候在家乡。那时候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祭祀了，啊，看到鬼魂，啊，也是在一个家已经拜了，大户人家，楼上也没人住，但是有时候楼上的时候啊，有灯火，那决定不是人嘛，那时候又没电灯。啊，从灯火里面看到有人影子走来走去，这亲自看到的。啊，还有一桩事情很奇怪，抗战胜利，我们家乡有一个表亲姓陈，啊，那里收成大哥不错，他有一船的米。从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有个小河通长江，啊，用帆船，啊，大概要走好几天，啊，因为长江，是下流啊，比速度比较快一点，用小帆船，运到南京去买。你一上船之后，差不多已经都上完了。有个人看到一只黄鼠狼从跳板的时候跑到船上去了，那大家感到很奇怪，找不到，把米通通搬出来找也没找到，也许是眼睛看花了，算了吧，船开走了。运到南京之后，这一船的米没有了，那个麻布袋子还是那个样子，里头一粒米都没有了，大家心里明白了，恐怕是得罪了这个大仙了，得罪大仙，大仙把米不晓得运到哪去了。在南京玩了几天，再回到老家，米在家仓库里，他怎么运回去的？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大概没有什么大得罪，小得罪他了，他就跟你开玩笑。啊，我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对于子不语、聊斋之意，我都以为是真的，不是虚构的，不是假的。啊，绝大部分呢都是事实。
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学佛之后，我有机会在国内、在海外接触不少通灵的人。中国成为特异功能。在国外一般成为通灵。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有很多是可以参考的。但是不能完全相信。完全相信你被他骗了，你找不到他。所以信息传来，我们要思考，或浅或离或法，可以参考。可不能听他的话，他叫你这样做那样做，那他可不负责任。他可不管这后果，要用智慧，要用佛法的智慧来处理问题。他可以提供我们信息，我们要有真实智慧来处理，决定不迷信。为什么呢？灵鬼还是众生啊，他也想做一点好事啊。所以我们的修修功德也回向给他。我们讲经的经堂给他立个牌位，邀请他来听经。来不来他有自由。要不邀请，我们意识到了。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不跟他结恶缘。他跟我结恶缘，我跟他结善缘。我们用善回报。用善心善意。我们学佛法，希望他跟我们一起学。所以佛的教学，佛有很多方法，都是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终极的目标是得大涅槃，大涅槃是成佛。这一点是佛法教学最高的目标。中国古圣先贤教后世的子孙，终极的目标是圣人。你看《三字经》上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中国古时候教学目的就是要人从习性不善，本性善，从习性回归到本性，那就是成圣成贤。这个目标好。佛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学佛终极的目标呢，就是希望你成佛。成佛是应该的，你本来是佛。这个大涅槃呢，就是成佛。涅槃是梵语，故曰甘露法了。用甘露在做比喻。下面解释这一个字玉。玉者如天降雨。这底下这个雨啊，我们讲是这是名词了，这是雨水的雨了。这个地方用的这个玉啊，就是降的意思。降雨。普运三根。这个三个根就是大根、中根、小根。大根什么？树，大树。你看得到雨水，这个树就生长了。中根是小树，下根是小草，像花草树木代表这个，代表人呢三种不同的根性。上根、中根、下根。古云云众生，法华经阅了，我为世尊。
无能及者，安稳众生，故现于世啊，为大众说，甘露尽法，其法一味也，解脱涅槃。这《法华经》上的几句经文，此地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世尊说，我为世尊。啊，天上人间，大家尊重。啊，无能及者，没有人能像众生对佛这么样的尊敬。啊，佛到这个世间来是安稳众生，故现于世，希望世间众生呢都能得到安稳呐、啊，安是平安呐、啊，稳今天讲的稳定啊，啊，中国这些年提出的政策，稳定第一。这个很有道理啊，所有一切善法事出世间法，必须从稳定当中它才能够生根，才能茁壮生长，如果不稳定，什么事都不能成就啊，事出世法都不能成就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他就失去了平安跟稳定。啊，昨天还有个杂志来访问我，提到现在的人心。啊，因为他们的对象是年轻人，年轻人没有安全感。啊，年轻人感觉到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没有依靠，所以表现的是心浮气躁，啊，无所适从。啊，这什么原因？这个时代教育造成。啊，过去的人不啊，像我这一代人还能维持住啊，没有这种心浮气躁啊。那这什么原因？小时候啊，父母教的抗战爆发，我们离开了老家。啊，在外面逃难，父亲教给我们第一句话说，记住家里的祠堂，那就是我们的根，我们将来可能出去了再回去，家没有了，但是祠堂在，那是根啊。朋友要是联系的话，用祠堂做联络中心，他有个依靠啊。现在祠堂也没有了啊，古时候依靠家庭，依靠圣贤啊，孔孟老庄圣贤的，学佛的人依靠佛菩萨，佛菩萨是经典的教诲啊，不是迷信的啊，你心有一个依靠啊，你这一生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啊。啊，如何对准这个方向，逐渐接近这个目标，人才有乐趣。
啊，知道这一生在干些什么，这是应该要做的，值得做的。啊，没有白做，你自然呢，就感到幸福在其中了。啊，所以安稳，对于事出世间法都是最重要的。佛为这桩事情现身于世，大圣大贤诸佛菩萨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来教学的。不但教学，他还做示范，做出榜样来给你看。那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其法已为也。啊，甘露净法这一句，就是代表他老人家住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都是甘露，都是净法。啊，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产生负面的效应。啊，都是帮助人提升智慧，提升德能。啊，其法意味，意味是一个宗旨。一个目标，解脱涅槃啊，这个解也念去神，解开当动词用啊，解是对什么呢？对烦恼讲的啊，烦恼好像个结，打成个结，把你捆绑起来了啊，解是解烦恼。把烦恼解除，脱是脱离生死轮回。啊，你才能证得涅槃。啊，涅槃是梵语。一般翻译呢，用的最多的叫圆寂，圆是圆满，寂是清净寂灭。这个意思非常好啊，清净寂灭，圆满的清净寂灭就是自己的本性啊，也就是自己的真心，有佛的论语，如来圣教啊，于诸外道一切世间邪列教中最为真实，殊胜清净，犹如醍醐，亦如甘露，令得涅槃。啊，这是佛的论者，对释迦佛的赞叹。啊，此地讲如来圣教，就是指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所说的啊，要跟其他这个教学来做比较呢啊，其他这个教学就称外道，外道绝不是贬低别人啊，所以这个意思要懂，佛对一切众生尊敬，他怎么会贬低呢？外是心外求法，我们今天讲知识是心外求法，而佛法不是向外求，向内求的啊，所以凡是不是向内求的呢，那都叫外道啊，佛门里头有外道，
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是哪些人呢？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是佛弟子，在佛法也证果了，但是心还是留意在外头，还没有回头啊，所以他们只断了执着，他还有分别，还会起心动念。那所以在大乘法里面也称阿罗汉、辟支佛在外道，啊，叫门内外。啊，所以这个意思要懂。啊，完全从自信里面求的，这就是正道。啊，这叫内修。我们学习这些经典，很可能许多人都是外道。为什么呢？我们把佛的经典给想歪了，以我们的意思来解释，那就变成外道了。啊，那要怎样学才不变成外道呢？我们只管学，不要去想它。你看看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我们学习的纲领，啊，第一个，不着言说相，你听讲经，你不要执着他的言语，你执着言语，执着外，你就变成外道了，叫不执着言语。他说多说少说深说浅没关系，他说的是信心，那就对了。不执着名字相，你像这里讲的甘露是名词，涅槃是名词，啊，佛是名词，法华经也是名词，这些都不要执着。为什么？根本没有名字，名字是人家写的。自信里头哪有这个东西啊？自信里没有佛，也没有众生。啊，这全是人家立的，所以这都是外面的。你要执着它，就变成外道。难啊！啊，第三呢，不能执着不着心缘相。心缘相，我听了这段经文，看了这段文字，哎，我想它什么意思？不可以，那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这是外道的意思。啊，要怎样呢？熟透了之后，意思自然升起来，没有想，它就出现，它就明白了，那就对了。啊，所以由此可知啊，学佛不当外道不容易啊。啊，绝大多数都是佛门的外道吧。啊，先明白这个道理啊，内外之分完全相与心性相应，这是内；与心性相违背，全是外。啊，然后你就知道一切世间，这个一切世间包括佛门里面人尘、天尘、声闻尘、缘觉尘。啊，都包括在里头，叫邪列教众。啊，就跟他们相比的话，大乘最为真实。啊，佛跟我们讲理，讲事实真相。他讲的神，他讲的光啊，真正把了一切法的真相啊显示出来了啊，这是最真实之法。你看他教给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
身之粗意之知都不能着想，不是不能接触，接触接触不要执着的，不执着是心清净，执着心就不清净。为什么？执着生烦恼，生什么烦恼？生贪嗔痴慢疑啊！你喜欢他，你执着了；我讨厌他，也执着了，全是执着的。啊，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清净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痕迹都不着。啊，不落印象啊，这叫清净呢、啊，这就是最为真实。啊、所以常常要记住，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了，这个念头习气啊会起来啊，马上想到《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能回归到自性，清净心现前。外面境界清清楚楚，那叫照见。啊，张家大师教过的，这叫看破。看破是事实真相，明白了。看破之后，肯定你就放下了。放下什么？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是烦恼的根呢、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生起来的，啊，你能不能放下？所以殊胜清净啊，我们这个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首先要得清净心，再提升到平等，最后这大觉大悟。啊，中国人常说的大彻大悟。又如醍醐，这也是比喻。醍醐是饮。也是饮料啊，这是人间的，甘露是天上的，都是最好的饮料。佛在经上啊常常做比喻啊，醍醐到底是什么？以前有一位老和尚啊，也常常讲经，因为讲经嘛，在经上常常，佛经上看到的醍醐、阿摩罗果，啊，甘露没办法，天上的，人间没有，啊，这两个东西常常讲啊，啊，有一年他跟到一个台湾的宗教访问团，到印度啊。去观光旅游啊，去看看释迦牟尼佛的遗迹。到印度，他就向印度人请教佛经上常讲的醍醐是什么，你拿来我看看。哦，一拿来，哎，原来我们有啊，沙拉啊，这是奶瓶里面最好最上位啊，你看摩洛哥呢，一再一拿来，台湾也有，就巴拉，哦，这是恍然大悟啊！佛经上常常讲的比喻，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没见过了，想不出来。啊，一看的时候，哎，我们常常见嘛，也
常常常常吃这个东西吧。是业主甘露啊，令得涅槃。这就是佛所说的法，这个法位也是上位也。在无位里头，酸甜苦辣咸无位里面，上位。我们称为法位。古人有一句话说，世位哪有法位呢？世位是天上人间，这些滋味比不上法位。然后你再晓得法喜充满那一种的快乐，才稍稍能体会到一点。为什么佛法那样的能够吸引人？能够叫人自动自发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去享受法味，确实那个物质里头的味道跟法味有冲突，如果世味太浓了，法味就没有了，世味要淡下去的时候法味就浓了，确实是有这个道理。所以业如甘露令得涅槃，终极的目标都是大般涅槃。上至经论，行欲甘露法运众生故之意，解释这两句经文。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跟在我身边这些同学说，下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一生对社会、对佛法、对众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汇集五种原一本，这是了不起的贡献。等于说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东西做了一个整理，整理得非常好，让这个世间人看到这本书生欢喜。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这奉老师之命做这个注解。这个注解是什么呢？是世出世间，世出世间是经书，世间的时候圣贤典籍，古今祖师著书的集大成，这是注解的集大成，很有味道。你读这部经等于五种原译本全读了，你看这本注解的时候，古今中外这些大德了对这个经典的意思的发挥，他全部收集的是你全集大成了。我们今天来学习这部经，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最圆满的佛法，就在此地啊。这个柱经跟柱子里头什么法都有啊，有华严，有法华，有阿含，有方等，有禅宗，有教下，有显，有密，全都在里头。这一部经典是世尊这个教化里头的大圆满啊，你有这一部就够了，这就是体悟啊，这就是甘露啊。这意思一点都不错。我们能看到这一层意思，真的受用了。
啊，所以这个经能不读吗？啊，年轻的人最好用一点功夫把它背熟，因为背熟你才能真正做到不中断。一切时一切处有空，你就得念经，就得背经。啊，有事情的时候你就办事，啊，空闲的时候你去读经，不要让时间空过。啊，有听讲的机会尽量听。啊，为什么不听不懂啊？听了就懂了。底下两句“旷若虚空啊，大慈等故”啊，这两句是也是经文。这是以虚空比喻菩萨的平等大慈。啊，像虚空一样，如虚空之宽广无际，故曰旷。旷是宽广无际的意思。这是欲慈心广大，虚空无处啊。这个无处是没有边际啊。虚空对一切法都不执着，这两句比喻菩萨的平等大慈啊，如同虚空的宽广没有边际啊，故曰旷。以喻慈心广大，虚空无主，慈悲就是现在讲的爱心啊。佛不说爱，佛家讲慈，原因是什么呢？爱里面有情，这个爱呀，就变成染污了。如果把情换成智慧，这个爱就叫慈悲啊。所以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爱是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上，这是有分别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爱里头有感情，慈悲里头有理智啊，理智跟感情不一样，它有理性啊，有理性不会越轨啊，感情用事往往就出流弊了啊，就惹了麻烦出来了。所以在佛法里面，智跟心，它是并重的。啊，净土宗供养的佛像，这表法的，以阿弥陀佛代表本体。本体是一切都不着的，就是大般涅槃。啊，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智慧，一切都无量。啊，两位菩萨也是表法的，表从体其用。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啊，智慧跟慈悲一定要合一，才能办事啊。
对自己才能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实际上所提升的就是慈悲跟智慧。慈悲智慧提升到究竟圆满，就是阿弥陀佛。这是自利。利他，对待一切众生，清净平等。用智慧、用慈悲去帮助一切众生，没有边际，没有极限的，叫他做大慈大悲呀。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唯有大慈大悲。在中国过去毛主席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在马路上都看到这个标语，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那是谁？那大慈大悲啊，佛菩萨才能做到啊，不是佛菩萨做不到啊。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是不是真的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他的工作是教学，49年没听说他放一天假，在经上找不到。老人家教学不收学费，不接受人供养，通常供养就是一钵饭，出去托钵一钵饭，其他都不接受。49年如一日，过世的时候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里，在野外。一生没有建立一个道场。我这么多年常常想啊，他为什么不建个道场？现在恍然大悟，我也不敢建道场。为什么？有道场就有人来抢啊，来争夺啊，没道场你就没得抢啊。我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些国王大臣有花园别墅，请他去讲经，他也接受，讲完了走了还给你。我明白了，可以供养什么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大家不争了吗？这道场有主啊，有主的，你就不动歪念头了，你心就正了。道场如果没有主人呢，动歪念头的人很多，把道心破坏了。他要来夺财产，要来夺权，这就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后人做出最好的榜样，不要。他要的时候太简单。你看他的在家弟子当中有16个大国王，任何一个国王都可以供养他一个大道场。不要吧。他还是山临水下悠悠自在。居无定所，一生过着油画的生活。
啊，由心教化。啊，真的是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大慈平等呢，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我们现在比不上的人，我们的福报不如他，差太远了。啊，最大的福报，他能够常年住在野外，又不生病。啊，我们这个没法子，跨不得了。我们到树林底下住一晚上，第二天可能加护病房去了。啊，人家练出一身金刚不坏身。啊，你看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那他吃了也不生病，啊，这都是我们没有法子跟他相比的。当年跟他那么多学生，经典上记载的1255人常随众啊，一天都不离开的。这些人生活方式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都是三衣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所以，中国古人讲的“一钵千家饭”呢，这是事实。啊，怎么你这一钵是千家饭呢？托钵大家一起分头到外面托钵，1255个人，不就托了1000家了？不是每一个人托到自己吃，不是的。饭托钵托回来在一起吃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怎么个吃法呢？每一个人的饭都倒出来混在一起，然后在里面拉。所以每一钵都是千家饭。这什么？这平等，这叫共产。真共产不是假共产啊！所以你托的这个饭好，饭菜好，不是你一个人吃；他托了个不好，也不是他一个人吃。大家共同托一样的平等法了啊！所以早年我出来讲经的时候，我谁是共产党啊？释迦牟尼佛是第一，共产党的老祖宗。啊，现在我很少说这话。啊，这个共有确实是佛法的首先做出来的，不是说啊，他真干了。啊，他们采取这种生活方式啊。啊，这比喻菩萨的慈悲心广大啊，虚空无住，如位移，这是五种原译本的位移的经文，犹如虚空，于一切有啊，无有着故啊，对于一切有没有执着，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是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不是真的。无常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就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产生障碍。下面举行四超支持记，这是属于戒律。无所着者，立尘染故。为什么佛教你不要执着？
这样你才真正能够立尘染。啊，尘是什么呢？叫六尘、六根、六尘、六识。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前面五尘，色、声、香、味，把这个世间物质现象统统包括进来。啊，色、声、香、味，法里面还包括着，包括着物质，也包括有精神。啊，眼根对的是色，耳对的是音声，啊，鼻对的是味，啊，鼻对的是香啊，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啊，色、声、香、味、触，这都属于物质，偏重在物质现象。啊，起心动念，那就是法，对的是法，法里头有一分是精神现象，也有物质现象，也有精神现象。这些东西，自信清净心里头全没有啊！不但六尘没有啊，六根也没有啊，六识也没有啊。根尘当中才生识，啊，识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但是妄心、妄境也没有离开真心。他的体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永恒不变呐，那是真的。啊，真心里面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科学跟哲学都达不到。啊，科学哲学他所研究的都得要有对象，没有对象他就无能为力了。啊，那真心谁知道呢？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佛说的。为正方知，怎么正？放下就是啊。放下什么？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你就马上见到了，啊，就明心见性。你就见到真的了，啊！科学哲学家就他没放下，他要一放下，哎，他就成佛了，很快呀、啊。所以他要懂得这个道理，他比我们来得快。这是真的，只要他真正晓得这个秘诀的话，有什么？他研究这东西，宇宙的缘起。到底是什么？只要一放下，见到了。你要不肯放下，用什么样的仪器都达不到。为什么？它不是现象。啊，自信就是清净平等，就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呀。
它是一切法的体，没有它，一切法不能存在。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它这出生的，它不是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妙就妙在此地，那是真正的自己。那么佛法的修学就是要找这个东西。自古以来，所有一切的学术、宗教都在这里探讨，只有佛法找到了。如果用佛的这个方法呢，人人都能找到。佛法没有秘密，佛法绝对没有独占，佛法是公开的。佛法是一切众生共有的，没有任何人能独占。只要你能肯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起心动念一放下，就彻底放下了。起心动念没放下，放下分别执着，你是菩萨。你放下的不够圆满，但是也很不错了。你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是自在了，得大自在了。放得最少的阿罗汉，只是放下执着。但是也不错了。他能超越六道了。他得清净心了，不再有烦恼了。不再有分断生死，六道轮回的生死没有了，他断掉了。这是真正的利益了。所以无所住者，立尘立然。尘是外面境界，染是染污，染污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是染污。你看眼见色，顺自己意思就起了贪心，不顺自己意思就起了怨和嗔恚，不愿意该去看它，这都是染污。染污什么？情欲，弃情无欲是染污。喜怒哀乐爱恶欲，欲是欲望，欲望多半指财色名食睡，这五大类。七情五欲是染污。色身香味触法的是吧？那个东西是尘。你立就没事。你不离的话，你就会受他染污。故以虚空之无著，表此心之平等。一定要像虚空一样啊！所以，贤首大师《望经还原观》那一篇论文里面所写的，四德，他的文章一共是六段，第一个是讲本体，第二、第三讲现象，第二个是讲现象的来源，从一体起而用作用里面有三个特性，就是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近代的科学家发现了，但是还没有被普遍承认，
发现说我们这个念头才动，这个信息啊，整个宇宙的时候都知道，比光比电速度快多了。啊，起心动念是意识这个波动，另外还有呢，物质，我们人身上这些皮肤、骨骼、血液，这些都是物质，物质它有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也周边法界。啊，周边法起不起作用？起作用。起什么作用？畜生无尽。我们从这个理论上才醒悟过来，极乐世界跟我们地球有什么不同啊？不同就是在精神跟物质这个波动现象。极乐世界那边的居民，他们的波动全是善的，纯净纯善，所以那个世界它自然就那么美好，那畜生无尽，它就畜生那个境界下。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居民啊，要用这个地方讲，纯是物，纯是人，啊，所以比地球变得灾难这么多，反常啊！啊，在过去有圣贤的教诲，一半然一半净，半然半净。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变成说完全是然物，麻烦在此地。那如何挽救呢？我们把老祖宗的教诲找回来，好好来学习就救了。头一个得救的是自己呀！啊，自己影响家人呢，影响我们小团体。啊，再扩大呢，就影响这个地区。啊，影响这个国家，影响世界。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你看他第三个周边，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啊，慈心平等。啊，用清净平等心，释放出这个慈悲、敬爱，啊，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完全平等。啊，对父母是这样的敬爱，对冤亲债主也是这样的敬爱，没有差别。啊，为什么没有差别？因为整个宇宙这才发现说跟自己是一体。啊，我牙齿咬到舌头了，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能怨恨牙齿吗？能找他算账吗？他为什么都不找呢？一体。要知道今天我们在世间回报我们的人，侮辱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甚至杀害我生命的这个人，都不能怨恨。为什么？他跟我是一体。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迷，他不觉，他没有读过圣贤书，不知道事实真相。那我今天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一点怨恨都没有，不但没有怨恨，我还很尊重他。啊，我还很感谢他。那感谢什么？他对我这些伤害是消我的业障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
我们过去生生世造多少恶业啊，他能用这种手段来消我的业障，我要感恩啊，我的感恩，我每天修行给他回向。为什么？因果逃不掉啊。他这种行为对我，他不是善意啊，他是恶意啊，恶意就有恶报啊。我们用善意，用真诚回向给他，他纵然坐在卧道，他少受苦，让他在卧道里的痛苦减轻啊，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所以只有一个纯净纯善，待人接物，你绝不吃亏啊！你自己会天天欢欢喜喜，法喜充满了。这世界上有没有个怨恨人？没有。有没有个怨字？都没有。他跟我结怨，我跟他绝不结怨。是啊，我明白了，我觉悟了。这个恩德呢，这是佛菩萨、老祖宗教给我。如果没有老祖宗，没有佛菩萨这样世世代代的来教导，我们怎么会晓得？而这一门学问，一修学，成败关键就在真诚恭敬。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万分诚敬你得万分利益。没有诚敬心，什么利益得不到？慧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无祖半夜三更召见他，跟他讲《金刚经》。讲的不到三分之一，他就成佛了，就大彻大悟了。什么原因？他对于经、对于佛、对于老师万分恭敬，所以他就得万分利益，就这么回事情。我们跟一个老师学，能学多少东西，看你对老师、对课程，你有多少恭敬心。这个道理很明显的。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他是开班教学的。我参加他的班，同学20多个人。老师一样上课，没有特别教我。每个人得点不一样。什么原因？恭敬心不一样，真诚恭敬。我是从外地到台中，跟台中没有任何渊源，在台中做客，所以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呀。随时会离开呀。真干呐，住在台中的人呢，台中有他的老家了。今年学不会不要紧，老师明年还在讲，明年学不会还有后年，所以他的心是松懈的，不像我那么专那么认真，我的时间有限，他们的时间太多了，结果他们没学会，我学会了，就这么个道理呀。我到台北出家了，我听说，同学告诉我。老师在讲经的时候公开的说，他说他在台中教学10年，你们跟我10年什么都没学会，学会的人走了，大概老师就指的是我了，所以就来找我，你学了些什么东西，老师怎么教我的，我是不是学的跟你们一样啊，
老师没有特别给我上课，上课大家都在一起。啊，那老师说的话，我就跟他们分析，我说有可能，为什么我的心比你转，我的时间很短，我会离开台中，我要抓紧时间学。你们住在台中啊，不要紧，时间有的是，今年不会还有明年，明年不会还有后年，所以等到老师走了，你们还没学会，是懈怠懒散了，应该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他们听得懂啊。啊，我说除了这个道理之外，你没有别的道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为什么要沉浸？沉浸不是恭敬人，不是对人，沉浸是对自己。啊，你用真诚心来学习，开发你自己自信的智慧德相。你用怀疑的心，用傲慢的心，用自私自利的心，与你的性德完全相违背。纵然你很聪明，能够广学多闻，啊，能够强记全是知识，不是智慧呀。知识只能解经教里面的局部，不是全体，而且解的是经教的表面，没有深入。大乘经教字字句句其深无底呀，所以你百读千读都不厌呢。为什么？遍遍有新的悟处，这就产生法喜充满。啊，你死在句下，你怎么能生起法喜？啊，你怎么能得到真实受用？做不到啊！这个不一样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知道你就无法学，怎么学都入不进去，所以叫不得其门而入。啊，你要懂得这些道理，端正心念，句句都切入，都跟心性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啊，这个东西叫其味无穷啊！同类一样东西，你去讲一遍一遍不一样，啊，你去读也是遍遍都不一样，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真有味。你跟读世间书不行，世间书读一遍不想读第二遍，不愿意再看这个，这个千遍万遍看不厌。这个道理要想，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